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对，她叫小米，对，她呢为了来听这场啊，她坐飞机从台北下来，哇，好开心，对，来小米上来啦。他其实本来只是想要来听歌，听大家唱。啊、然后呢，因为刚刚前面都没有人报名，所以我们就怂恿他，小米唱一下啦。来吧，小米。这边。啊，是上面的。是啊。人家怎么看到你多漂亮？你为什么在那后面？那你可以往前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耶、yeah.。好，我们等后面来的朋友先坐好好了，对。然后我们就开始了。我是素人，我是素人，所以大家都是尽量来，大家都是素人，对，大家都是素人，对。OK， 好，蛮好的，对，所以你们待会看一下，你们可以听想要唱就可以跟着唱，对，我们外面有对歌词，然后可以一起唱，然后你心里面有歌曲的话，其实可以去外面的歌单里面找一找，有没有你想要唱的歌 ？OK， 好，我们开始喽。
就是这样的形式咯。好，了了，等一下后面如果没有人报名的话你再来，所以你们就开始可以很外，我们外面都有歌单，我们有歌单哦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来填报名，然后我们就会让我们就会请你们上来。我开始点名的蛮好的，对，不过不过像这样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非常好哦。第二首歌呢，哦，这是这首歌，哦，我们先请这位大宇在 OK 哦，这是唱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女，对，还有王昭君《出塞》，这首歌叫《出塞曲》，对，开始喽，你要下去了吗？哦，你可以下去啊，你下去试试看看看。这首歌呢，我相信大家就非常多的人会唱了。这位朋友叫柚柚，柚子的柚，对吧 ？OK， 好。噔噔噔噔，五十一。现在在开讲，这样大家都开讲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这首大家都会唱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我可以听一点点。好，会唱吗？会。真的吗？
所以大家可以一起 follow 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我来这边。